我绝对为你牺牲，赌着你陪我一世情。我决定用心经营，活着你幸福的人生。天顶掠掠是天星，亲像我的情。情路茫茫，真心真爱，心过海誓山盟。啊，对你的心永远袂冷，叫我放弃是无可能，是输是赢，爱你。王大条有一个后生叫做阿宝，我发现伊的七窍未通，所以我就用咱妖魔界七七四十九种药草替伊拍通七窍，而且佫替伊换玲珑心佮七脚长，所以你为着伊，就无要讲打世纪啊？不是，我唔是完全为着伊。哎呀，总讲一句，你即摆去找文太师就对。大姐，你爱知影呢？我只是帝王的宠妃，就算我去找伊，伊嘛袂听我的命令。你安尼讲无讲唔对，既然安尼，我就亲身来去找文太师，爱伊替禀国家，暂时莫讲大事。大姐，这你莫去讲，我今日来去，你先回去。大姐，乃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啦。一切问题一定拢出伫个王家，不如我倒来王家探一下究竟。这个刑法并不是遮歹念啊！今嘛，这个刑法我已经背熟啊，不如我来用刑法来试看嘛。成功啊！我活会起啊！我成功啊！亚仔，什么人？你什么人？你就是阿宝。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。你，嘿，嘿，嘿！这是阮妖魔界的新款啦，哪会伫遮？我问你，这啥货哩？这是小嘴好坏啊！小嘴，不唔对啊！原来大姐这只化名叫做小嘴，这物件是大姐送给伊的。看起来，大姐对伊已经产生了感情。将物件还我。要还你真简单，要唔过你干那咧念，唔是办法。不是办法。你是胡皮讲啥？小翠有甲讲过，只要将这个刑法练成，就会当有成法术。我再讲这个册，我都已经看过啊。我相信真假，就会当求取公平。你若真是要练刑法，我会用教你较紧的方法。真实的？你为什么要教我？因为小翠是我的姊妹啊。小翠是你的姊妹啊？我哪唔捌听伊讲过？真侪代志你唔免知影，我嘛无需要甲你讲。阿宝，我即卖用灌顶的方法，甲你斗三工，甲我身躯的一寡功力传互你。到时阵，你的功力就会增加真侪。只是安怎？就算你有法度练成这个法术，
嘛无法度得到一罐罐钱。这是为虾米？因为在恁的世纪，有强主噶，机枪甲机法才会歹啦。这要哪会啦？先生对阮厝人拢真好啊，虽然讲伊无介意小嘴，万古我相信，我灵前法术，真紧会当求主光明。我问你，你是要得到一官半职，通好享受，还是要替小嘴报仇？替小嘴报仇，是要报什么仇？你敢知影小嘴有啥物啊？黄黄叶叶？就是因为受到强主甲机枪甲机法这人的迫害，真实的，当然嘛是真实的。所以你若真是对小翠好，练成法术的第一件代志，就是爱对付强主甲机枪甲机法这人。嗯，好，只要你会当卡到三间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是小翠的代志。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，我拢干。真好，你即马坐落来，我甲你问讲，把我辛苦的法力传一寡互你，到时阵你的法力就会真强。做阿咪，咱要甲代志用较复杂，要创啥啦？用哦，啊，谁阿咪用甲遮复杂？我哪感觉这麻烦的呢？哎呦，恁两个，苏爷伊安尼做，一定有伊的用意啊！开伫这个文太书，伊阁少想要攻打咱西岐，咱加招考一挂人才，安尼嘛是好事啊！嗯，对啊，新官今日讲得有道理。开店吼，迄个后啊，嘛是特别去找阮翁过来对无？啊，即马阮翁搁去找人，这个吼一脉相承呐，龙的传人呐，嗯，不敢吼，欢迎，欢迎。OK， 哎，听到走，听到走。我拄仔有听太叔回报讲，文太叔已经退兵500里。文太叔，伊啥奈退兵500里？这，这敢会是骗局？你所讲的我有想过，啊，毋过就算讲是骗局，伊无需要退兵。伊即马退兵500里之外，假使讲伊若要进兵，要加开10天的时间，安尼咱就有更加的时间然后准备。奇怪，这文太师是占着呀，读较歹呀，无最近啊遐尔无巧。不客啦，啊，当文太师是何等的人物，伊哪有可能会无巧呢？伊比咱任何人搁较巧。我想这其中哦，一定有原因的啦。这其中哦，一定有原因。不过，咱即马实在想袂出咯，到底是虾米原因啊？对哦，无唔对。啊，不过不管安怎，我即马要将这消息紧甲神上禀报。啊，对，应该应该。阿婆，想袂到你厨艺遮尔好，一学就会晓。无唔对啊，我本来就是安尼啊。安怎？你还阁有物件要教我？我辛辛苦苦修炼千年的武功甲法术，竟然伫咧短短的时间就予你学了，这实在是予人不可思议啊！你修炼千年，那你讲啦，小翠伊？你莫管小翠安怎啦？我警告你，我今仔日教你的法术，你千万唔通让小翠讲。这就是啥物？你莫问遐尔多。我叫你莫讲，你就莫讲。对啦，小翠遐另外阁有一挂心法，假使你若对伊遐学着，会增加你的功力。嗯。有人来啊，我先来走。什么人？是我小翠。小翠，你是走去倒位啦？我拢无看到你的人呢。啊，我着去办一挂代志啦。安怎？你烦恼我？你唔免烦恼啦，我敢毋是你先倒转来啊？哎，听阿婆，啊你人安怎？我不但拢白色啊，
而且吼，骨龄都真好。敢真实嘞？嗯，你唔相信？好，我就试予你看。你点安怎？阿伯，你足厉害诶！你食小丸子拢会晓安尼。小翠，这拢是你教我诶啊！若毋是你吼，安家照顾，安家做三工，大阿伯，你有今仔日咧？阿伯，你有今仔日成就，我着足欢喜诶！是安怎啦？你哪会吐大亏呢？小翠。你想讲我安尼两般做事，我一摆安尼，也是比不过强主角，也是比不过设计学业技巧，更加比不过雕龟雕王啦。我即马已经学遐尼济啊，只当找一个小小的官来做。也是必须无常啊！阿伯，这是康主家的第一卷天书。第一卷天书。啊，对你的心永远袂冷。这是康主家的第一卷天书。第一卷天书？无唔对。你哪有伊天书嘞？这讲起来话头长啊。也毋过阿宝，你所人的身份，甲这天书顶面所写的是完全无共款的物件。我是咧想讲，若是甲这天书交予你，毋知对你是好也是歹。这个免烦恼啦，我试试看卖啊，我着看无吼，我着行李啊。好啦。既然安尼，你就带伊去看。你要创啥？我要创啥？这第一，即摆已经无外早啊，我来去准备暗顿，反正钓竿定食啊，也够啦，你的目睭敢袂枵？这第二，你敢毋是要求出功名，公耀恁家的文明？既然是安尼啊，我赶紧来去做工课，通好你好好读书啊。小翠，我要求出个公平。我马上转来，跟你成婚。哎，这到时阵才去讲啦。好啊啦，你即马紧好好读书，我来无闲啊。想袂到，这紧就是强主开天书。哪里讲来？我应该好好来研究，看内面有啥物高深的法条，予我学无。这代志敢真实呢？我想这件代志一定有诈。迄个文太师伊替边个打理，伊一定是想讲哦，咱来去甲攻打，然后吼，伊伫半路甲咱包起来，全部泡死啦，就是安尼啦。主要你有够厉害，真是了事如神呢。遐尔简单的代志，嘛想会出来？哈，当然咯，主手啊。这文太师哦，伊退兵五百里，咱何必哦去攻打伊？不过哦，假使咱也无去攻打伊哦，这文太师伊安尼做，唔就白了工啊！啊，无得开伊算真正讲，咱会去甲攻打啊，对无？你想了伤简单啦啦！我是甲你看，甲你报，你当作足厉害哦，拜托个。什么？啊，无你先说，我先来退兵五百里。人伊，你卖搁吵，啊卖吵。我想文太师退兵五百里这件代志。原因我该知影，顺顺，你知影原因？你告诉我，这件代志你就唔免烦恼啦。即马上要紧的是，来讲到现在，顺顺所讲的我知影。目前已经有一挂现任医师来啊，有文林、毛武将，真诶，我拢叫武将来考验过。对啦，叔，这就放心啦。啊，即马文的吼，就机关组负责；啊，那武的，就我武将来负责。叔，来哦，实力啊，未歹哦。这讲到现在，对咱以后
破赵王是非常重要代志啊！啊，对啦，阿奶，我甲你问一下吼，啊，你讲迄个王大超因囝，啊，什么时阵会来考试啊？该来的时阵，伊就来啊。啊，什么时阵该来？什么时阵不应该来？叔叔啊，你莫这么啰嗦好不好？咱个静观其变，顺其自然就好啊。对。啊，不是啦，只是好奇嘛。本来是一个真白痴的人诶，啊，来无代无志，变成一个什么文武双全，要来考试，骗笑诶！我这不是呢，伊若是敢来吼，我就伫头一日就互伊落去个真歹看。好啦，叔叔出马，一定成功啊！成功。对了，不给你去外口看卖一下。卡叔讲有新的现在，你随甲我讲。阿叔，我要打考试啊。嗯，是。对啊，先生，咱是不是要等到王大条因囝来才开始拍擂台？无唔对。这小翠心肝，啊，佫有钱，佮会发达，佮这天资，我拢已经看过了。你不过小翠心肝佮有钱的心肝，我有法度将伊合一体，偏偏这天资就无法度。佮就讲，我有法度将两个心肝合一体，哪呢？我毋是自创一套纯正的心肝啊！我要将天书甲小翠心法合一体。行啊！我总算将天书甲情况合为一体，哈哈，哈哈哈哈哈哈！阿爸，阿爸，小翠，你在哪里？阿爸，你拄才写的什么消息？为什么声音这么恐怖？差一点嘛，就将我耳孔拢震破去。这。这边来，小翠啊，我所学的拢是你教我的啊。阿婆，我感觉你刚刚参照淡薄改变呢。我变啊，我哪会变呢？
小翠，不管我安怎变，在你我心目中，永远就是我上爱的人。你是我看过上善良、上水查某囡仔，在我心目中，你就好亲像仙女同款。你在我心目中，你莫再讲了。你对我的感情，我拢知影。我只希望你会当好好啊活嘞。无听到，予你懵懵懂懂过一世人，对你比较会较好。月亮有时半边，有时情路有时坎坷，有时平。暂时相别。相逢哪会有分开？对你这段情，深像海水。爱你的这颗心，愿苦比天。为着咱的梦，甘愿等落去。为着你千山万水，算什么？Cheers.